殿下，圣上邀您在城楼上看灯，您这一转眼的功夫就不见了，让圣上知道以后又该责罚您了。殿下，今天是上元灯节，宫女们都去看灯了，姚姑娘准没来。您瞧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没来吧？哎，殿下，殿下，不准跟来！啊！哇，你看，好厉害啊！啊！啊！那边。殿下，我觉得他好像很喜欢你啊。我带过那么多爱宠，唯独带他最亲。亲自给他梳毛喂食，可他待我却最冷漠，而且一日比一日冷漠。殿下爱宠众多，想必也不稀罕一只狸奴的亲近吧？你又不是砚台，你怎么知道？依我看，他就是没良心。我就是知道。凭何得知啊？殿下知道吗？砚台是一只狸奴，我也叫阿狸。我听闻民间的孩子为了平安长大都会起贱名，你这名字倒也挺有趣。殿下，我先回去了。我要离京了。自大明迁都北京，为南梁北调，重开会同和。可近几的土坝，年年遭水毁，虽修负担过重。此次皇爷爷命我去视察河宫，兼修河道，不知何时才能回京。陪我一道去吧，殿下。我在这儿等您归来。姚子衿，你心中到底藏着多少秘密呢？咪咪咪，玩去吧，去吧，玩去了，殿下。
殿下，你这画画的这么好，撕了干嘛呀？不像。不像？哪能啊？殿下，您那个手，妙手丹青，那什么花鸟鱼虫啊，名山大川啊，那画的都惟妙惟肖呢，怎么可能不像呢？正事要紧，儿女情长，就留在紫禁城吧。哦，对。殿下，车马都备好了。殿下，用茶。来得正好，今夜正可加餐。儿女情长，就留在紫禁城吧，啊！姚姑娘，多谢。